家好，我是小米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利用桌上的道具变一个超级可爱的小魔术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的可爱小魔术就到这里啦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可以万事如意，扭转乾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